出魔力，百变发型就在魔发秀。充满民族风的发饰呢，一直非常受到欢迎。它能够让我们的发型瞬间点亮这个民族风的异域风情。今天我们的魔法达人就要利用一款波西米亚风的发带，打造出漂亮的发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汐月。今天教大家的发型呢，需要用到一根发带。那么你准备好你的发带，跟我一起学起来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头发别到耳后，然后拿出发带，戴到头上。如果你要是觉得发带有点松的话呢，我们就用卡子把它固定起来。现在我们取出一缕头发，然后向后扭转。接下来从发带穿过来，用同样的方法依次向后扭转头发。下面呢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操作另一侧，同样是拿出一缕头发向后扭转，然后翻过发带。这缕头发从发带往下掏的时候要注意跟上一缕头发要贴紧，要连起来。现在呢，这款半扎发就完成了。如果你想要看起来更加优雅，我们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剩下的头发盘起来，做成一个盘发。我们把后面的头发分成三束，拿出其中一束，穿过刚刚的发带，再绕一圈，另一绺头发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从发带穿过来，再穿一圈，最后一缕头发也跟刚刚都一样，然后把发尾藏起来。最后的发尾部分我们要用卡子把它固定起来。现在这两款发型就完成了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一起做起来吧。Move so pretty, you're all I see.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, you hold me right here, right now. Lucky I'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.赶快来参加魔发秀有奖问答活动，你就有机会获得由美蒂凯斯提供的蜜糖派对玫瑰蓬蓬水、蜜糖派对玫瑰营养水。如果你还有发型方面的困扰，欢迎继续关注媲美网，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来看。那如果你也是打理发型的高手，可以通过小P老师的微博和媲美网与我们取得联系哦。下一个美发达人也许就是你哦。